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彭青雅。地书也没有你的资料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知道向神挑战的后果吗？你会破坏了我的计划。如果我要杀了你，我早就把你化为灰烬。你为什么这么大胆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就是你的报应。请珍重。马小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妹妹这么恨我，但我真的不想伤害她，再加上我们之间的仇恨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你是好人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和我们做朋友。因为我要改变命运。人王已经在现世苏醒，盘古长老和听书都预言在2004年我将会和人王展开一次大战，但是我